妈，我回来了。你们这次安排的还真不错。哦，是吧？是挺好的哈。我这次就不去了吧。我这不是还挺忙的，还得给儿子做饭呢。我妈去，我阿姨，嗯，她去，她有时间啊，我给你们订酒店。哎，好嘞。妈妈喜欢滑雪，但是为了照顾我，已经好久没有去过了。小时候，都是妈妈帮我准备行李，带我旅行。妈妈会照顾好自己的吧。对，不用担心。不用担心，你好好出去玩，不用操心家里。